去。那个未来真的是很渺茫灰暗的。你说什么叫竞争力？未来一个人可以需要养四个老人呀？你看那个老龄化社会跟少子化社会这两个加起来，然后你台湾的经济环境如果不好，你怎么去跟大陆那些他们那个拼的要死要活，然后出国念书，你怎么去跟人家竞争？哎，你即摆讲这问题，我想咱会当搁开个讨论看嘛，就讲咱以后当时啊一个，你若爱饲四个大汉，啊交中国，中国嘛是继续在谈的，啊嘛是囡仔在生，而且伊个囡仔是开化，吼，啊所以伫这情形下，恁是有十三个人都唔对啦吼，所以伊个囡仔啊，我老老讲啊，比咱大个囡仔较侪，但是即内底有一个问题，就讲。那的进步其实这农业政策以外，还佫咱的迄个人口政策内底嘛扮演一个角色。哦，较早古早的时阵就是为了要反攻大陆消灭共产，所以鼓励生产，生较侪囡仔，生产报国啊，然后这个到尾来修正成为两个恰恰好，甚至两个恰恰好吼，因为有的人吼，那生两个查某，当然都是想生一个，所以到尾就。男孩女孩多型吧，两个恰恰关门出来，所以台湾的那个人口政策吼，伊嘛有伊的思考，但是台湾的人口政策吼，足济物件拢是台湾这个土地环境的需要咧做许可的，像为了消灭共产，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恁老外啦，我们恁即摆是战时做连任的时吼，恁要消灭共产了。您这条战时做连任会当去换一个馆长，搁几下地通啊做，迄是拢咧骗这老爹那无对。但是我即摆咧讲就讲，当一个土地上的人民他没有为自己的生存去负起责任的时阵，咱拢是多有的人就是听人骗，啊有的就是接受人骗，有的人是拒绝人骗，安尼尔。那里面没有真正的迄个，咱请问咱即摆咧工作者，那资讯的来源是对不对？可靠不可靠？比如说咱拄仔咧讲迄个，会使什么进步啊嘛？失控的进步。失控的进步，啊，你讲是大崩解对吗？我嘛看过一本册叫做《Collapse》，大崩坏。那些东西有一些，迄毋知是人类意愿还是有些科学，迄个根据。我是一直感觉讲台湾吼，可能就台湾目前的迄个本身，咱有偌济资源。那我来提出完，他那里他地方经营，这个东西可能，咱，那透过这本册吼，继续看的时阵，咱开始去，因为这册吼，每一章节后边拢刷册，我唔知遐册迄个咱图书是哪个，我是讲迄个百米炸弹科一本册啊，洪雅书房的，洪雅书房的。啊！你啊，像何东信迄个休耕启示录，恁都有咧讲休耕。其实一个土地吼，若像咱咧一冬三季安尼咧种植吼，迄土地嘛，敢像老母啊，伊生啊，是咧农耕。所以土地嘛是爱照顾。那不一定是休耕啦，那里面有很多，我讲像我拄仔咧讲迄个中药材的迄个每天过来转做啦吼，还是讲用好的吼，卖用化学肥料，卖用清洁农药，好啊，应应在过。那个都是方法，是问题就讲，当这个跟我们关系很密切的时候，当农民吼，因那是做有吃才欢喜，啊做无吃吼，就是都吼目屎擦擦的，每年吼季节到，因嘛是开始割吼，开始割播种吼，割播种吼，都开始，所以这些东西本来都是一种生存在运作，这生存运作吼。就是本来就是咱本能，是问题就讲恐龙也要生存，但它结果它死掉毁灭了，有一些物种就没有毁灭。对，刚才就讲这个生存的方法是不是变作一个较重点？咱对看这本书内底问题，咱会去找出讲台湾的过去的农业就是问题。陆续后日过两礼拜后，咱就刚刚读到六零年代的台湾农业政策，恁两位贵宾我来你买上去买一本这个册，你老师也会吼，我想咱多数是话当替恁买，咱买是会当买较俗一点。我可以发表一下我的看法。没事吧？
是你好，不认识各位，但是其实也没有特别认识啊哈。我刚刚听各位分享的那么多农业政策，其实我很想讲，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杨鲁门来嘉义演讲的时候，他是赤着脚，这是一种不自主的，踩在地上，脚这么高，脚不足足，你看一下，他是在这个土地上长大。我今天跟杨鲁门讲，我说那是个他们去，为什么？我们离实际生产、农业生产，我们都是有点距离。这也让我们思考到什么？有时候，纵观我今天不是专对农业政策来讲，就是说听了很多这个时代的人对各种角度的，不管是政策啊、全球化各个角度的一种批判跟看法。可是我一个很深刻的感觉，我觉得现代人因为生活方式，谢谢，生活方式的匆忙，我觉得大家是在一个压榨到极致的一个运作方式上生活，所以我感觉人的能力已经变成偏颇到，因为都是专业出身，几乎很多人都挤压到某一个专业里面。他我们以前说不管归天，我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角度，因为时间的压缩，工作量的大量挤压，人真的失能的关系，或者说你没办法用一种比较全盘的观念去看事情的能力失去了。为什么失去？因为这也是生存法则里面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人生必然课程。就为了活下去，就像林老师讲，为了活下去，我必须在这个体制下接受这个运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从我觉得从那个战后啊，我们日据时代其实也有很多，因为我们是殖民地，在殖民地跟日本之间那种不平等，还有殖民地日本人对殖民地的某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我想很多书是看得出来的，就在那个年代。那当然政策上他也不可能把你视为是一样的地位，这个不用说。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台湾人非常，台湾人的自尊在哪里，自信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们没有想过。其实台湾人讲起来，他的历史跟背景一直让台湾人一直在被不同的政权在统治着。那人我觉得往往只是去适应他被统治的环境，所以很少去自省说什么才是我的主轴，我什么才是我生活的主轴。所以到了战后，我觉得除了我们刚讲国内的这种政治环境的因素之外，其实我觉得西化或者说以西方观点看台湾的，不管是饮食、生活习惯、使用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直侵蚀着台湾，甚至是整个东方世界。可是有没有人去想，这几天那个CNN有我们那个钓鱼台事件嘛，CNN有一个记者采访北京一个，现场是随便抓一个，就是采访他说，看你有什么看法。哦，他很厉害，他用英文跟这个CNN的记者讲，他说，你为什么说我们恨日本人？你们美国人为什么你们跟北韩关系也不好啊？你为什么不去讲你们美国跟北韩的关系？然后他讲的非常，我就觉得很震撼的感觉，就是说那是一种自尊，一种自信，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你们总是用你们的观点来加注在我们身上，说你们为什么不怎么样？可是当他们在欺负像中东很多油国的，我觉得很多我们看到报道写的，我觉得直到我成长后，我慢慢去觉得说我不喜欢美国人，为什么？他们用他们利益上的侵略去侵略很多人，可是呢，他有没有？我们为什么要侵略环境？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判断？然后我们对自己台湾，不管现在处在多劣势，你有没有自己自我的意识、自己的想法，还有自己的自信？我觉得这是很大问题。就讲农业回来好了，
最近就是有一群台北的朋友，他们没有办法改变政策，但是他们开始生活简化，还有他们常常就跟旅游一样，去一个地方去参观小楼，然后他如果是用一种尊重土地的方式生活的话，他们就用一种契约式的说，你大概你能生产什么，我就以我们实际行动跟你买，好，不管多丑都怎么样，那是我们吃的是健康的东西。结果他们这样串串串，竟然在北台湾还有宜兰一带，已经有好多小农，就是因为他们是公教人员的这种气作，然后他也可以生存，你也吃到安全的东西。植物联盟都这样。对，植物联盟我不清楚了，但是我是说他们是个体去，他当然也没有一个真正组织。我意思是回来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自己所在的农业，所在我们必须所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给自己什么观念？我们没有办法影响政策来说，我们在实际生活上发生什么效果？这都是正面物件，但是你过来讲的是一个自尊的物件，是中国的自尊哦，是一种被操控的民，跟一种被操控的民族主义有什么不一样？哦，有真的。你看这物件，那个爱国对这一切嘛哈，其实这个。我对这本书里面，我一直看到一个台湾的危机是啥，就是我们这一些人哈，在都是靠这个土地来共同生活。那在共同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为这个生存的需要而去真正去考虑？咱现在从大一个标啊，就搁啊相拍哦，啊，然后咱一直自我贬低，讲咱袂当影响政策，这是一种自我贬低啊。因为如果我若是恁请，恁提钱给我领薪水，啊，我爱做工作，我无认真做的时，恁佫讲啊，我大啊，迄新罗请着在遐边干。但是你们有病啊，不是我坏蛋而已啊。所以伫这个内底，我一直讲讲台湾，我们可能吼、哦、对五十年代来看到今嘛，吼、哦、看到今嘛2012年的时阵，那我们有什么问题？我定迄是咱今嘛拄刚好透过两礼拜一个人来请。啊，大家可以当精了，真正看，我们有很多资讯的来源是比以前更加好。以前我常咧讲，我以前做公文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资讯啊，所以人家较巧有资讯的时候，你讲的时候我听不懂。但是当我们现在有公平的那种资讯条件，咱是敢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啊，遐物件咱也找到清楚了，我们可能在可以在基于大家共同的生存来对。台湾可以先合作，那要跳脱那些政治人物的控制啊，政党的控制啊，因为他因这麻烦的一点就讲，咱台湾在住伫遮的人吼，即使是不分什么党派，不分什么族群，都是要生存，不管你是外省啊，是客人，你是河洛，你是原住民，咱拢有一个共款的需要，生存。啊，在这种共同的需要之下，我们还在那边。变成一个人嘞，哈，啊，你分做两平，分做三平，分做四平，多台多片，那里面是我们在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察觉到？所以讲这本书，我是做讲大家甲做小说看，啊，做历史的故事看，啊，因为内底吼，迄个威廉吼，他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伊为着要把这个台湾的农业政策吼，来回归一个较迄个原点来，互大家去看。伊内底吼，伊找做一册，啊，遐册嘛是，我咱来咧看先，不定因为咱咧看，咱会当吼台湾都市是搁较丰富，有诶大多数是有诶册咱遐较少看，啊，若无是，咱来想想办法，无到今仔日吼，哎。哦，迄个一个月才薪水才2万块尔，我薪水有2万5哦。哦，对，哈，哦，迄个通刷出来，比较有意义啊，我着通刷出来，来搁买一册入去即内底。有来，咱有一寡小说，就是讲你较早、较早这个时代。不是小说，即内底哦。有散文，有诗啊。听我讲，听我讲，就是诗，还有小说，还有那个散文里面。其实都要反映当时候的农民政策，或是农民的生活的困境啊，那个也是一种，因为像我们看到这里，这跟刚刚讲法的时候，就举例到哦，打罗兰村哦，送出来，嘿，送出来一下车，那叫有啊，那一下车我有看过，但是阵那家他讲哇，农民
农民的生活受到这样的压榨，但是不晓得背后原来就是有这些农业政策的关系。的确，对。确实。问题是，你咧看遐八零年代，哦，乡土文化论战迄个前后的代志。我是感觉讲，时代拢一直拢无停过，无咧停咧等啊，啊一直咧发展。啊，但是咱即个目前，咱有可能有真济吼，迄、哦那个搁较优秀的笔者，把迄个物件弄搁做出出来。啊，所以，我想要分享的，因为这就要最近。就是从反媒体垄断一轮开始嘛，就一轮串下来，包括最近那个香港反那个国民教育洗脑反洗脑啊，但是我们也发现，哎，我们有一个漫画家林立金也是画那一本，原来我们以前也是被洗脑，就包括哎，为什么王永庆不是那个什么经营之神，为什么在五零年代哦，原来他是。接受8800哎多少？6亿8800万美元的少数，就具有那个权贵的那个性质。但是我们农民只能卖那个，就是那个对比数字的对比很严重了。对啊，哎，但是他就可以在他自传里面写啊，我嘛是甘苦起来，啊，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甘苦起来。啊！恁家的少年人，恁家的少年人，起码无拍拼，都是因为恁是草莓族，就会变成这样的地理。年轻的一代，啊，这个论述是错误的啊。系啊。啊，问题出来就是讲，当我王永庆财大气粗，啊，制造污染，啊，摕美国的钱，啊，然后搁再搁交国民党勾结，甚至搁去偷厝查，吼，啊，迄个前身一直到后壁搁做塑胶来污染全台，这个整个过程内底。外向洋洋洒洒滴滴答答啊，结果你们都是受害者，而你们的所钦佩的、所支持的那些政客，还说他是经营之神，啊，你们也跟着点头。像现在就是变做讲哦，我们的学校教育也在教哦，他是辛苦上来的，他是好的。学校有介绍王永庆吗？哎，可能老师会讲到，不一定。嘿嘿嘿，就是不管企业管理课程就会。学校教育不一定是王，我举王永庆是一个特例的，就是可能郭台铭啊这些，学校教育可能会这样教啊，或者是没有。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那个，你看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除了去澳洲打工，也许说他们有一个说辞，说他们想要去体验生活，可是那个事实上就跟印尼、菲律宾、泰国来台湾打工没有两样啊。他们价值观就是想要赚钱，赚钱不是手段，已经变成目的了。那个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很可悲的一点。对，但是我主要不是讲，我是讲说，就是学校教育。你看学校教育今天教王永庆，是他的那个奋斗的过程是正确的，我们要学习他，或者是说，欸，那个学校教育说，哦，我们从小看小鱼逆流而上，以后就可能会变成伟人这样子。啊，社会教育告诉我们说，媒体告诉我们说，哦，王永庆就是好的典范，然后杨儒门可能他本来是2栖侦察营，但是他可能又变成海军爆破大队，就是我们一直接受到错误的资讯，但我们自己不自知，这是很恐怖，因为我们讯息除了学校老师，爸妈也是看电视。就是错的，那怎么办？我们整个世界都是错误的资讯。那我们今天就好不容易看到这本书，好不容易我们聚在一起讨论一些可能历史上史实真的发生在一起的东西，但是有太多人，太多我们身边周遭人觉得他们不用知道这些事情，他们就不知道这个重要啊。觉得反正早餐吃面包也不错啊，但是没想到我们其实稻米才是应该我们要吃的，甘蔗才是我们应该要种的。这本书里拉扯的形容有一大半就要讲媒体的乱象，那个记者他可以去杜撰，去杜撰一些形，或者是说去加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一些事件，所以你基本起来对这拉扯的形容对比。伊迄33页啊，吼，迄33页就真正，就是拢咧讲这啊，
有没有？他把就把那个拿论文写，依照历史心理学分析，发现台湾人有明显的人格异常现象哈。他从一个人哦，从杨武门的事件，然后就反映到整个社会的状况。那才是他到案的隔天而已。对，就是他是事件的扭曲啦，就是我觉得。它里面有一句话我一直很喜欢，就是说历史就像一条河啊，它一直贯穿整每一篇章，然后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说它为什么，我就一直想说为什么它要形容历史就像一条河，是不是它会不断的轮，就是一直循环回来，就是表示说是不是现在依旧也是在像走历史的那一条路，就是没有改变多少，就是历史会不断的重演这样子，我一直觉得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暗示是这样子，因为牵扯到人性自古来都没变。对啊对啊，那既然媒体它不断的扭曲，跟以前国民政府这样子制造一些假象，让我们以为说这个统治者是多么的神圣，然后让我们就是完全屈服于在他的那个统治之下。那是不是我们现在他要告诉我们，是不是人民要回归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说，希望能够用一种比较有批判性的角度去看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要每次都把所有的事件啊，或者是说所有政府他做的执政政策都是做，他就是政不一定是做同样的解读，就是说你可以去反面思考，也可以去参考其他的学者他们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解读，就是说像说环评他的通过，或者说任何的农业政策啦、啊、空气污染的减量，他们做出来的政策是不是值得我们再去做反思？这样子，我觉得还是需要，因为我觉得发现到很多时候，执政他的考量跟真正学者做出来的研究是背道而驰。通常环评啊，或者是一些政策的推动，学者都会以很勉强的方式然后通过，然后我就觉得到底是政策就是政客在执政啊，就是不是我们不是学者派的，政客在强暴学者。对的，政策在强暴学者这句话，对，因为很切实际。最近就是像台硕就是告庄秉杰教授，对，但是到好像昨天还前天开民事庭，台硕的委任律师还提不出来，他们到底就是庄秉杰教授他们团队一直提出证据，一直提出资料说啊，您台硕六氢都是污染啊。那你说我们的资料不对，那你们的资料拿给我看。第四次的民事庭还拿不出来，啊就，但是还可以继续告，就是要大金要压死小虾米。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在第三十页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人们对于事情的认知、对价值的判断，看来正被越来越会说话，在媒体上说得上话的嘴拉着走。”很瞎嘞，所以为什么要去反文中？是我们看那一个什么水的包装厂在南投，对，那个结果他们后来撤厂啦。所以我现在撤厂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媒体在报道这一些事件的时候，舆论的力量还是在的，如果说我们愿意去投诉去发声，他们不是就是这些企业他们还是会注重他们的企业形象，因为这一两年真的脸书有被发明出来真的是太夸张，就是我们几乎就是当天知道说哦，这个玫瑰园跟那个茭白笋要被就是被赶走，对啊，然后那一天就我有分享啊，老师也有啊，有然后就大家分享，哎，隔两天突然卫丹说那我们决定撤资了这样。哎，为什么没继续 po？ 他我不知道被他撤资了。没有，我想说 po 你没有看。我没看到。我们好消息就比较少 po， 都 po 坏消息。其实要 po 好消息。哦，对对对，这样有一点正面的反回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
真的。因为想说太多讯息了，大家都懒得看。就像华龙峰会，后来他们有没有少了4000万，有没有再补回去？还在争议当中。对，好像是头一批的款项有先下来，就是他们有又熬4000万，真的，就是本来说2.16亿嘛，啊，好不容易打折变1.96亿，然后又突然隔天又少4000万这样，但是第一期拿到，啊，现在就看第二期、第三期拿不拿得到。嗯。嘿，明璇。像刚刚那个蚯蚓在讲说哈，历史是都一直在重演嘛，啊，确实啦，你看哦，在这里讲到以前我们以前那个农，因为农业政策啊，就是李登辉后来自己不是也讲出这么一句话哈，政府有意压低农民所得，为了就是要让一些务农人移转到工业上去啊，啊，你看中国大陆是不是也有农工的问题？有，好像乌坎是不是也是农工的问题？啊，你那是一个不好的代志，就是讲我们受害，我们没有把我们受害的事实提出来，好逼他做点解题哈。那可能下一批的受害者就轮到别人。啊，这事情嘛是咱爱读这的所在。今天台湾的经验，如果就是说有这些失败的事实吼，咱提出来。把大家知影，那个人会用一句话甲讲讲家丑不可外扬，但是实际上，若甲这款失败的经验提出来，大家分享时，这伫人类的生存来讲起，这个点也是怎样一个共鸣。啊，所以我一直讲讲2300万人哦的农业政策，交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伊内底有一个。有一个起伏呢，啊嘛有一个迄落把农业转化成为工业，吼，啊廉价劳工的来源，啊迄一款的是对什么人受益？对农民有受益吗？对工人有受益吗？对企业啊，对企业家，有资本家加那些政客，对啊。那为什么资本家跟政客他们是这个人这群人里面的一多少声数？而是 one person 的，他想要 one person 的受益，按这个 99% 的99%的人甘愿要受害。你叫谁闹？任何不好的事情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那里面都有我们的同意啊！不要怪马英九，不要怪国民党，不要怪民进党，不要怪谁怪谁，这来这是共同生存的这个状态。当我们肯愿意负起责任的心，一切都会渐渐上轨道。啊，咱家目前，咱家停留伫个无要负责任、无要面对问题、无要去找找答案，啊，无要找迄个方法的时，咱怎么样很干？做干单骂嘛，马英九真的很坏呀，骂他有什么不对？但是骂了以后又怎么样？嗯，国民党也很坏呀，国民党你看台死偌济中国人甲台湾人，而且他现在还在欺骗我们，而且我们还愿意接受欺骗，就一个什么东西很严重。你知道1971年的时候，我那把我们来跟你分享。1971年的时候，那个联合国把一群人赶出联合国，然后让一群人进去。嗯。哎，个人哦，离别的时候，这个人挂出去，人马上甲双向的，就是那个时候所谓的中华民国，在美国的大使馆撤走。1块钱卖给高德华，然后花了好几百万再把它买回来。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高德华是那时候美国厂里来，亲台湾嘛，哈。啊，高德华亲啥啦？亲钱啦！我这个要让我们来思考，是安怎？迄个时阵的迄个蒋介石集团，因会赶紧用一块，甲高阿德提一块。这便利，人家说提台湾过来跨完的钱去改变的，开马币啊？为什么？跟他买保险啊？不是，那中我们都是傻瓜。中共，我们现在还说我们是中华民国。国民党集团在1971年就知影讲，咱哪个讲咱是中华民国？咱在海外的财产叫上接收，中共啊，中华民国接收。中华民国啊，所以呢，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里面，它叫什么名字？中华人民。它叫 ROC 呢。嗯、他叫中华民国，他叫 PROC， 那个就改讲你讲，他是接收中华民国的理事会吗？1949年，毛泽东把蒋介石赶走以后，他们成立一个国家，他们的国号叫 PROC。然后吼，毛泽东跟周恩来呢，万叹到要死，讲迄阵啊，若卖改良机，炸到蒋介石，等在西域对去啊，他们早就可以在联合国里面去当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啊。但是为着安尼吼，因对1949年误改1971年，那对这点讲起来，中国共产党因的政权嘛真认真嘞。等到因误改得到全世界承认，啊，把迄个蒋介石取代的时阵。蒋介石他们都知道，伊马上做两项以上的代志，我也知影两项。第一项就是马上把台湾的外汇存底，对中华民国户口哦户名马上改，改做啥？余国华啦、严家淦啦，什么都个几个人的名，共同联名户口。你知啥意思吗？因那是搁继续这个户名是中华民国，他们就会被。永远就是，你永远国际上的，因为正式的名称是伫联合国内底的改称 ROC 嘛，所以在台湾，包括陈水扁，包括民进党，他们这些人是白痴的，是王八蛋。真正呢，我们还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心吼，那你陷入两种很危险的状态，一个危险状态就是没收嘛。第二是啥？我若准备好，要甲你拍。就是因为你们不是你们侵犯我的主权，对吧？嗯、因为全世界拢讲我是 ROC， 加你哥一里天几公里是 ROC， 所以一个中国的政策来对是，一里讲，反正你哪一条天高，你就是，哈、哦，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个大原则，他为难就是 admit， 为难就接受，为难就知影。所以在台湾吼，这整个局势，咱等于是交遐农民同款，对伊的农业政策完全莫名其妙，安尼控制住，啊，一直挂一直挂，那我们又跟他们差多少？啊，所以伫迄个有啥物件来变哦？像咱拄仔咧讲讲，啊，安免话，哎，我们至少嘉义还有一个电台呀、啊，那个电台跟其他的媒体不一样啊。如果我们认真一点，我们用心一点，咱把咱每一条。包括像那个 Vicky Dick， 好，维基解密，因啥物比较常见者？因为美国因有足侪资料，熟悉的资料，爱存档的，这些存档爱放在倒里，用电脑上好放。啊，黄某讲你要放十个，拄着这个啥？这个骇客，啊，骇客，哎，骇客，哎，哈三级，就这个起码因嘿。亚桑姐，嘿，都连加薪哦。其实他们也处于一种金牌暗藏的状态。啊，咱电台嘛是关处于一种可以让人民得到资讯。啊，当然进来对就要两个状况，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认真的把这个电台，我也当提供营养、提供资讯。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咱嘛爱。帮助咱的迄个生活人民吼，会晓好好去对迄个去去。而且那是一个程序，我一直讲讲我们可能吼，咱会当对看者吼，啊来解决资讯，同时咱马上都 give and take， 对吧？咱讲 take 物件了，咱提出来分享，安尼。所以。这本书您咧代表的吼，其实这个老师讲的吼，是把政策面有您咧代表，把咱的政策面吼。啊，我是刚刚讲过，咱还够两礼拜时间嘛，两礼拜时间要读这您咧代表，不是吼，咱来拢叫他看一遍，经常看一遍了。啊，把迄后壁迄个伊有需要迄个会当互咱吼注解吼，会当互咱做参考的书。那教老师是有咱会叫他来献。啊！你这本书会当读较足趣味，因为这本书比武侠小说较精彩。我是啊，你好，谢谢老师，好啊，我跟你客气啊，对啊，都是大家在一起分享。
要总结吗？老师把安静一下。家属在哪里？就以我们之前跟杨洋提过那个美国牛的事件嘛，到最后还是有镜头啊。那我觉得像马英九讲，因为他讲那段是很过分，然后我觉得说我们其实是可以照着他的话去做啦。他说那你们不要吃就好啊，进口归进口啊，那你们不要吃它。那我觉得说就是我们自己要有那个反思的能力。尽管说我们可能受制美国的要挟啊，或者我们在某部分就不得不一定要进他们的东西进来的话，那我们消费者有能力去拒绝这样的东西。那个，这个是政府还不负责任。对啦，他是讲的台签也没通过，那个批法也没有过。没有。对啊，因为。交换都换了，东西都没拿到，真的是很火大。因为现在就很尴尬，因为其实你那个进来，其实大家看到美国牛知道的就不会买嘛。但是没有，我觉得是这几年，这一两年之后，大家就会整个习惯了，就会放松戒心。对，但是有人还是会觉得说，啊，美国牛就是肉质比较软，比较好吃。啊，更再加上你产地标示做不好的话。你有的小吃店可能根本随便乱写就标澳洲，标澳洲卖美国，嗯，啊这样，就是整个制度。来就是安尼嘛，咱会因为这个代志，大家较紧张，啊，所以咱活较去较认真，啊，咱看到这边吼，可能因为食美国牛，啊，因为伊的迄个吼心脏冒烟的状况唔是真好，啊，所以咱来讲讲，迄可能较袂先食吼。咱莫讲老惊伊无欢喜啥物，咱会老实来讲。那这个社会就变作较轻松啊。啊，但是咱若是讲啊，啊，着凊彩胡拉鸡也毋是敢死掉我吼。那我们就继续这下降螺旋就够了。所以美国牛就是我讲讲，可能那里面第一个莱克多巴胺，咱本身咱爱做出来迄种吼了解。哎，网络上装侪，网络有广告，但是网络。相对的有很多资讯，你看不要，啊，美国牛，伊即摆已经是毋是有迄个狂牛症的迄个狂乳症，啊，即、這个狂牛症狂乳症的不要是啥物款物件，啊，迄若是顶着的时阵，咱台湾若是变做吼不要的疫区，那我们台湾的产业吼，以及即个畜牧业，吼的外销会发生啥物款的状况，这可能拢是咱。做简单嚟讲，如果怎么样，若 A 则 B， 即款物件 A 关迄个主线，咱读一个迄个资料，就到会当看。如果卖票，我们会怎么样？如果他买票，他当选了，他会怎么样？如果他买票，他获选了，他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一关资料物件，跟咱的生活拢息息相关。啊，若讲唔去上座嘛，同款。情况就停止，所以上场了嘛，他就 OK 等好 OK， 啊，你后再搁多换他。那其实恁无问题，拢变成我的拖累的，啊，我嘛变成家己的受害者。现在苗栗很惨，就是这样。华龙县，其实那华龙俩沟殡葬反殡葬园区嘛，啊，够大埔。有看物件，我嘛感觉讲，迄其实都可以提较侪资料了，啊来再来判断讲我们这样会怎么样。所以我们要这样还是不要这样？但即摆咧看迄个不要这样，即个我看到拢讲作倒单，一阵安尼乌气夹夹啊，就说哦，我那啊邓英康嘛那作大声。人迄个瑞士人里面呢，瑞士人你是。国民教育极限受尊重，爱要尊重别人。然后国民教国民训练好了，伊的枪、伊的迄个武器拢扎扎都伊来出。然后，但啥物人要甲伊安怎时，伊一礼拜内底就百万军人就动员，十波拢出来。啊，所以伊连他们是他们自己家里有枪械吗？对啊，所以因对嘿啊，因对一战、二战，一直到即马百外冬啊，为什么？
迄、那个厝边头尾夹皮夹饼的拢爱相拍，袂讲啊照过你，我要拍伊，还是照过对焦拢袂过，你得输出一只，没有人敢呐、啊，为什么？就因为他们不是讲他们爱输出，他们是有行动的经营的输出嘛，所以他们一条马路可以做会当有一百单，这一百单内底若派去哦，这个做的包厢就是爱去过。所以他们税金哦，税金拿到的吼，那我像做这些，以十年前瑞士刚刚因为那个经济状况无好时，伊去增加什么税收呢？伊去增加迄预算，增加什么？增加教育，其他都没有增加，增加教育预算。他们知道人是最重要的。可能一大群人安尼破烂破散啊，啊，然后我替家己做足一借口。啊，迄个卖去做咱唔好，啊，你若拄着咱去这样讲，啊，咱哪有可能会拄着伊啦？后再拄着时，加油加出。伊是咱吃的总统新罗呢。咱对咱政策有啥问题，感觉重要的时，咱怎啊就是大家人应该拢有做准备。嗯。伊讲，迄个中国人挂一支嘴，啊，拄着美国记者安怎安怎？至少因咧挂一支嘴，不一定讲对的，但是因咧咱讲啊足顺。对啊，要提出自己的主张，让子能够反对。加讲都不知影讲啥。啊，你平时啊是安那闭眼啊，你都是电视翕的时阵，啊大细声，音色都很不好听。没对准哈。好，谢谢大家，谢谢。好，下次是。